虎扑12月26日讯，据西北望看台微博消息，李霄鹏执教武汉卓尔就在明天。此前，据记者白国华微博消息，即使李霄鹏去武汉卓尔，也只会担任主教练一职，不会兼任总经理。目前，关于李霄鹏去武汉卓尔的事情，目前双方虽然已经你情我愿，但双方因为一些合同的细节问题还没完成签约。相关阅读，白国华，李霄鹏只担任主教练，与卓尔合同因细节还没签字。